我哋聽傾啲新能源股啊，咁啊龍源電力啊，今日都有朋友問嘅，咁啊徐福宏先生啊，係啦，咁佢就話19.3買入嘅，而家點算好咧？咁另外阿 Connie 咧16.66就有貨嘅，咁啊反彈目標睇幾多咁樣啦？兩個朋友都捱緊價嘅。咁啊就相對上嚟講咧，就16.0嗰個就捱少啲啦，即係而家個價嘅狀況就咁誒就最近呢一兩日咧個股價表現咧都有一個嘅啊靠穩嘅跡象喺度嘅，咁啊咧如果唔係連續兩日收低個15.5嘅話咧，咁都已經係確立咗咧係一個嘅喘定嘅狀況喺度嘅。咁啊至於你話咧有一個好大嘅上升動力就未必會，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17呢啲位咧有機會會有阻力咯。咁啊咧變咗咧就如果你話咧16.0買入嘅朋友，咁啊就咧去到17呢啲位咧，可能高位見到17，但係咧你收嘅時候咧，見到佢唔到17咧，咁都可以考慮走咗先啦，咁樣啦。咁至於你話真係要希望佢去到18，甚至乎係更高嘅位置嘅話咧，可能都要一啲國策嘅消息配合咧，先至會幫到手咯。咁啊，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因為咧就年尾已經有一啲國策嘅消息就炒作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咧現階段嚟講咧，可能就會沉靜一啲咯，要啲耐性去等下。